最近老公入手了一套折起来像书一样的纸家具，餐椅不够用的时候，可以将这个风琴纸凳拉伸成一排长凳，搭配这种可以围成一圈的单人凳，家里人再多也坐得开。长凳的长度和形状都可以随意变换，不受限制，还可以围成一圈当茶几使用，配上折叠矮凳，再搭配一盏书灯照明，喝茶、看书、追剧都非常有格调。纸凳拉伸后还可以当做电视柜使用，摆放物品非常美观，放在门口也可以当换鞋凳。它的承重力非常好，而且还是防水设计的，洒上水用纸巾擦干就可以了。